阔离开的声音。灵脉石，克制化用的东西啊，那个我找都在哪里？灵脉石要五阶以上啊。哦，也要在巨魔之地就对了。嗯，我们今天有打，就是你现在捡的这些掉落物都会有灵脉石碎片。哦，那就是这个等级五等之后就会有了。嗯，哦、那也还好啊，那就打得五阶。对啊。我是现在森林六等，我现在锁起来了、啊，固定住。啊，等你们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打那个了，黑轰了。我追不到你的森林六等啊！我森林六等啊！哦，原来森林六等也有黑轰。我以为只有瘴气。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瘴气跟那个森林六啦。哦。我以为是黑轰是森林的 ，sorry。哎，我找不到掉落物啊。这个不算墙壁哦。他墙壁的判定是不是很骗人啊？啊？哎、欸？哇！哎、欸，我会玩太刀了。没事、啊、没事。会玩了是不是？可以学会了。速成法。那是好玩哎、欸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只是我刚刚会习惯大锤的动作。只是纳刀之后还会再。大气刃回旋一次，哦，矿红了、欸，嗯，矿红了，哦，哎、欸，听到没有？矿红了，有啊，我一直在附近打，有看到就打一下，到时候再回来敲就好了，我把它打。哇，没有三吨司机。
手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回去挖一下刚刚那个红矿。要挖久一点哦，因为地段啊这里。刚打完就发现我赢的有，是不是有慧根？啊，接下来，嗯，对啊，我挖个矿啊，我的矿很大天啊，嗯，困喽，困喽，困个密密麻麻，冰冰冰冰 奈斯怎么喜欢爬下去？这边可以跳啊。哈？哈？啊！我看他在站着，没有，我站着啊，不是我。对啊，我看他在站着。啊，那是谁？他在 HTT 吧？哦。我跟他那次都在这里啊。好恐怖、哦！哎、欸，有长爪的尾巴可以挖、欸，有挖吗？在哪里啊？有啊。哎、欸，对耶。有啊？有吗？有啊。对，没有挖了。我说我有没有挖？在哪里？你不要动，我去找你。哎、欸，不是这边呢。啊、有矿、啊，算了，放弃，算了啦。那个低等的素材不需要。哦，好。你来我这边啊，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我带你挖。哎，第二个。哎、欸，巨大矿脉出现。哇，赞！应该是这个吧。哎呀，哭啊！哭啊！我快死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要看你死了！你还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中瘴气？是的，我被他们咬就中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对，他们带瘴气。清一清吧，还敢挖？我挖完了。你去死！能挖一次吗？好，没事，不是、啊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哇，不是，好了，可以走了，好了，回营地，回营地啊，继续叫，特殊纳刀。达人猪，轰龙怎么样啊？没在，可以啊。红龙是哪里？瘴气，也是瘴气。好，找到了。嗯，找到了，那么快？没有啊，不用找足迹啊，看到、啊。哦，你的等级够。嗯，一楼瘴气的一楼。好，下去二楼了。真的有一个问号、问号、问号的魔物。我看一下哦，黑狼鸟现在只有黑狼鸟跟毒药鸟。那就是黑狼鸟、欸、哦，这边有黑狼鸟了。我想把它找出来。你看得到黑狼鸟在哪个位置吗？
等一下哦，去遇见他一下，看不见。黑狼在森林啊，对，我现在就在森林道啊，就来巧遇他一下啊。得到了，我这里。哦，有了，我触发他那个图案。啊？要打他？没有，打轰龙，打轰龙。我看你没有一个来自。我刚刚回来帮他找。我想触发一下他的图案而已啦，抱歉。没了。捡个主机，我要 level up。开打了吗？还没，我在等你，没不等你会被骂。不用等啊，我现在不是大锤。不管，我就是要等。好了，我到了。先骗有没有？骗不了我。好了，跳我十秒后到，先打，真的认真。请让我的右边跳出上他。哎，萝卜高不在这啊！等我下。上他！下。有啊，上他！电梯啊！没有。
算了算了算了。抓死了！哇！他丢石头会中瘴气呀！他推的是瘴气的石头之类的吧？嗯。我的爸，我的爸，突然又往回冲，超级重。我刚才说奇怪，音乐怎么还在？哼，啊，然后还红框。到底说过了，一样。口味系是什么？我不把它翅膀用坏，好，长很大哦。喜欢给人家压力耶，很恐怖耶。没有，那是我自己撞的。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好不好？看来都很紧张耶。不想起来，我不想起来，我不想上班。
塞卡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轰隆雷毛塞啊！他过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黑狼鸟来了。你要追谁啊？他就走了。黑狼鸟啊？没有，他走了。那我看到黑狼鸟。雷二也跑过来。哇、哦！忘记啊！他挂飞雷了，现在。他打那么多附魔，附魔的也不会激发出来。哎、欸，我不挂，不挂，不挂。哇！白靠呢？对啊。快死了！我挂，我挂，我挂。没有，我没陷阱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哎，哭啊！没中。哎，哭啊！我没踩到。我没踩到。苗条哎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击倒了。快！我的地洞。踩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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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到。啊！嘎哒，嘎哒。哎、欸，他瞬间移动了，我什么？我就哎，打了又继续打。哎、欸，你们先回任务吧。这不是啊，不能不回了。不是，死掉的话会扣奖励。哦，好好好。还红还不能回啊！我要跑很远。再不带回家球啊！我真的是没带。那你撑住，是不是太糟了？你不要死就好，撑住。24张，剩下6张。嗯？哇靠！他追的速度很快。他已经赶上你的冲刺了吗？是。哎呀，哭啊！一直追。哇，追到3号营地了。你跑到营地上面吗？下面。他下去了。太会追了。他跑到瘴气那边了。你不要死就好，你不要死就好，我们来了。我们可以打完他，然后你不死，可以。算好了。来了！哦，有矿，等你们来啊！你先打，先打。到了。哇！很勇猛。嗯。他回去了。哎、欸，没中。哦不，他又回来了。你要再挖，不要再挖了。我用手都走回一眼片。啊，没有中到。那你不行。不是啊，小豆他在。晕了，各位拜。各位，我活得很好。是，看到了。好，起飞。这人就有了吧。哎、欸，蛮热跟雷热真的是起来很快、欸。超快的！啊、嗯哦，我要去了。哦，耶！
不要起来，晕了。嗨，你很帅，不要看我。哦，看到了。我晕了，再会，我也要再见。对啊，他说可领的狩猎报酬减少哎，所以现在不能死了，是不是？啊耶， yeah, 大哥，你看一下你是不是也有？啊，对啊。还是要重新，我再重换一只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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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野生的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现在野生的也不能死哦，只能是自杀。哦，有可能哦。我死回来了。我收购他的，我要拿伪王中文跟他玩。你给我过来。要倒啊！哎，又没人。没有在倒。哎，雷二龙即将离去。雷二龙即将离去，快点，限时任务，剩五分钟。他会这样子哦。会啊，他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。啊，可是我们正在打他，他会跑掉。金羊也会跑啊。不是啊，这个金羊跟那个动物又不一样。哇，他要跑了是不是？他是在那挨啊。对。我忘了就没有落实。哇！我回来了。嗨，你回来，你回来了。啊不，没打到，哎、欸，我打到了，哎、欸，怎么才三滴血，三十七滴血，这落石假的哦，这落石塑胶做的哦。这样爆嘎爆耶！水啦，水因为我有骨折可以打了，又血鸟可以打了。你要打血鸟？没有啊。他好欺负而已。还有晕的。水呢？水啦！他是不是闻到回家的味道？快，不让他走！有有有，他没有，不了家了。哦。超快的，不到两秒，不到三秒。晕了晕了，还想回家？还想回家？我要再追他。好。好。我没有落石了，我换成装。对了对了。我有石头，有陷阱。眼科医生说他也红眼了，他现在有点